在 Silent Hill Transmission 直播节目中 ，Konami 宣布目前正在开发中的两款《沉默之囚》新作。首先是由制作过《畏宿之室》《Stories Untold》与《观察号 Observation》两大惊悚名作，苏格兰游戏开发团队 NoCo Studios 与美国发行商 Annapurna Interactive 共同开发的外传作品《沉默之囚 Townfall》。在致敬原作的同时将会融入新的元素，目前并没有透露太多资讯，不过从预告片来看，舞台应该会是在靠海的荒废小镇，大量的不明技术显示和影像式的片段暗示着游戏可能与非人道实验题材有关，我们将遭遇全新层次的精神恐惧以及难以想象的折磨，感觉十分惊悚哦。